澳门关前街后面有一间隐世面包店。呢间老房子面包咧系专做手工面包嘅，每日都有唔同面包新鲜出炉噶。呢度嘅面包系全自家制，坚持唔用化学添加物，非常有黑。客人可以预先在 Facebook 上面查询这个星期的面包出炉时间表，提早订订货。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牛奶系列面包了，我们快点试一下这个紫薯面包先，看到都已经觉得很吸引了。口感很原熟啊，而且它劲香紫薯味，这紫薯绵绵地劲好味啊。试一下这个黑芝麻合同面包先。它劲香黑芝麻味啦，慢慢吃落呢它都有种合同的香味，真的很好味啊。最后我们试埋这个金薯芝士面包先，它的金薯味比我想象中更加香啊，跟配埋芝士呢真的很香很好味啊，吃多些都不会厌啊。民主噶，如果你想下星期都有得食你最中意食嘅面包，就记得要投佢一票啦。得票最少的面包下星期就会被淘汰换上新款式。店铺的建筑本身是一间已经有超过80年历史的老屋，原本的地砖都特地保留了下来，设计好有特色的。